我像风一样吹来，你像花一样摇摆，我们的时代充满无奈，却不能阻挡它盛开。我像风一样吹来，你像花一样盛开，我们的时代是信仰和爱，这心中永恒的期待。我像风一样吹来。喂。哎，哥，你干嘛呢？唐建红呢？估计你在呢。哥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干嘛呢？挪家具。你先停会儿。你有话就说。梁小慧怀孕了，8周了都。你在家等着吧，我一会儿过去。锻炼身体啊！这家里是小白跟小慧布置的，挪挪地方，新气象，新生活。房子就这么大，还能怎么挪呀？床挪客厅来，睡着敞亮。啊，进屋就上床了。反正一个人，怎么都是舒服。搬得动吗？费点劲，我帮你。来，把这侧过来。来，好，起。哎呦，同学，吓死我了！哎，会不会开车啊？能不能行啊？居民楼不知道呀？哎，你哪的呀？哎，我说你能行不能行啊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不是那个谁吗？我贾小朵啊。啊，对对对。你谁啊？徐豆。豆姐。啊。您来干嘛来了？我来找我哥。啊，那个我今天也要过来找他呢。他说他要搬家，要收拾，我来帮他收拾收拾。你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和那个姓边的还有梁小慧很熟是吧？啊，当然了，特别熟。那你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上去说点事儿，啊。为什么呀？涉及个人隐私，等我一会儿。等多久啊？就一会儿。
床搁这儿挺好，看电视方便。是，不上班了，可以在床上赖一天。怀孕了，啊！豆豆怎么知道的？本来想躲着豆豆去别的医院，我劝小慧不用躲，迟早大家都知道。你既然不走了，以后大家都在北京，啊，也不会一辈子躲着不见，没必要。让小慧都想得通，我觉得也是。我慢慢跟他说，他听你的吗？越来越听，这还挺好。你离婚了？孩子是你的。哥，哎，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挺好，哎，你是想起来我是产科的，觉得瞒不住了是吧？没想瞒，要不然就去别的医院检查了。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哥呀？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哎，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扯，有意思吗？你们俩早就在一块儿了，这边跟我哥这头这。我想起来，心里就窝火。我这边还约着小慧一块儿出去玩，他对我哥是真的吗？咱先不说他啊，你一大老爷们儿，你真忍得住啊？真能不吭声？现在知道有孩子了，又把我哥晾一边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聊什么呀？离我哥远点，走走走走走。行了，豆儿，我看看他要说什么。我跟梁小慧啊是在心理诊所认识的。他问我，说想接近一个人，但是又觉得不能接近，那人就是徐天。我问他爱徐天吗？他说只爱胡晓光，小慧前夫刚去世，所以我比徐天认识小慧还要晚一点。扯，没必要扯。小慧现在跟我很好。孩子是胡晓光的。以后我会和小慧一起把孩子养大。哎，豆姐，银丝弹完了。贾朵儿，哎，什么指示，姐姐？嘴真甜，哎，招人喜欢嘛。嗯，我男朋友，嗨，算是我男朋友吧，黄浩达，他是个大仙儿，会算，之前给我妈摆过一卦，按给我妈摆的那个卦上面说啊，你是我哥命中的女朋友，我。知道这事儿，不信吗？还行吧，不知道。我是说，你信命吗？好的信，坏的不信。你男朋友算这卦，我不知道是好是坏。对我哥好点儿，他点儿太背。我对你哥挺好的，哥们儿。而且我觉得不背。背。哎呀，一路背到现在，现在跟梁小慧也彻底没戏了。编制军挡着呢吗？那姓编的在楼上呢。没打起来吧？他们俩。梁小慧有孩子，胡耀光呢？胡
胡说八道！我去过他们家，我跟老梁比你们谁都熟，没孩子，怀着呢，刚八周。那姓边的说了，要跟梁小辉一起把孩子带大。不是吧？这也太曲折了吧，豆姐。你不是来给我搬家的吧？我希望你跟小慧啊能像朋友一样，当然包括我。问题不大。那说好了，约个时间大家坐坐，你带上小朵。干嘛要张罗这事儿？不说了吗？你不走了，大家都在北京，这关系连带的躲也躲不开，是不是？硬生生隔着，好像你跟小慧之间真有什么事儿似的，有吗？没有都跟有了似的。既然躲不开，咱就正常点。听你的。我要去南方一段时间，小慧怀着孕需要人关照，要是你跟小朵能关照她，那就最好了。你跟小慧算是正式在一起了。正不正式的，约起来就知道了。跟我也没关系。啊？有关系。这世上对小慧最好的两个人，也就你跟我了。都成年人，没什么不明白的。小慧就算跟了我，以后跟你也有关系。什么话？我约时间了啊，随时。在这儿，我不是怕你们打起来，等着给你们收拾残局呢吗？哎，这几天找个时间，你带着徐天，我带着小慧，大家一块坐坐。你跟小慧闺蜜这坎也得过，过了我心里才踏实。慧姐，真怀孕了？对呀，没怀孕我也不敢招徐天啊。合着怀孕这事还给你上一保险？别把我说的跟坏人似的，我会对小慧好的。我知道，你是好人，特别好。行了，上去看看他去吧。你就别操心我了，回去吧，我走了。晴天一声雷，怎么了？慧姐怀孕了。你什么都知道。编制军了，在哪儿呢？楼下。上来吧。
暴风雨总会过去的，生活就是这样多姿多彩。沉迷过去，一厢情愿，等于自绝于广大人民。这房子这么布置还行吗？个人风格比较强烈。新生活，新气象，挺好。你一个人搬的？边上军帮忙搭手。一边聊未来，一边搬家，不错。他想约着小慧儿跟我一起吃饭。有我吗？当然得有你。挺好，从此两国邦交正常化了吗？我一直觉得挺正常的。行。是我想多了，我跟你道歉，昨天不该瞎编骗你。反正以后邦交正常，慧姐要有事儿的话就直接找你了。昨天我话说的也有点过，正想找个机会跟你道歉呢。哟，过吗？是有点过，我昨天郁闷半天呢。对不起啊。光说没用，得有实际行动。请你吃饭吧。饭馆不去。自家吃。那你做还是我做呀？我妈做。真的吗？现在走吗？走。走啊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许你们玩不许我玩。这可是恋爱专用机。你跟小黄已经散了。那也是失恋专用机。哟，行啊，还会放大招呢。哎呦，别闹。跟你玩这有什么心事呢？跟我说。哎呀，没有。真的？哎呦，你别讨厌这孩子。行行行，你没有就行。梁小慧怀孕了，八周，两个月多一点。谁？梁小慧。找你哥啦？怀孕了。我这几天受惊吓受得够厉害的了，你别再吓唬我行不行？真的，都怀上了，你不相信我回医院拿病历给你看看。你哥的？不是啊。那谁的？前夫的。
前夫的好，这下你哥算踏实了。不踏实也得踏实，边志军要跟梁小慧把孩子带大。劲儿大。梁王八蛋是谁啊？梁小慧他爸，不接。不是兰芝阿姨的对象吗？不接，别接啊！我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吃什么呀，一晃？问你呢。想什么呢？我问去你家吃什么？你想事儿没？你不会没跟家里说吧？我妈天天都在家，去就行了。你行，我不行。为什么呀？第一次去你家吃饭，得隆重。得多隆重啊！六菜一汤总得有吧？走，打死你！走。滴滴滴滴什么滴呀？你走啊！我面馆你先走。别急，急什么呀？往边上点，路给人让开。嗯。怎么样？没人接。我有点紧张。你看，手心全是汗。红灯就停，绿灯就走，紧张什么？我是说去你家吃饭，我紧张。少来。真事儿。哎，去你家吃饭有没有讲究啊？没讲究。嗯。是不是我想多了？就是吃一顿饭。就是吃顿饭的事儿。你妈，美兰阿姨，之前去算过一卦，说，我
我跟你是命中注定的姻缘。不是你信吗？一般般。现在弄得我有点紧张了。不是，你就定个调子。你看这顿饭到底该怎么吃，是吧？我是文气点呢，还是本色？啊？算了，我还是外边请你吃顿饭吧。啊？妈，干嘛呢？坐着别动啊，这儿不让停车。回家了，啊！我妈不接电话。哦，没事儿，是边正军走了以后，徐天有点郁闷，然后他让我陪他回家吃饭。哎，不让你接，你怎么又接了？贾小朵，啊，给我，你等会儿啊。哎，朵儿，阿姨，我不过来了。什么不过来了？徐天让我陪他回家吃饭，我有点紧张，我就不过来了。我跟您说一声。别呀，我本来也是想请你到家里来吃饭呢。那个徐天呢？阿姨，您千万别给徐天打电话，您也千万别说我给您打过电话。我给他打。阿姨，您千万别说。就这样，我挂了。喂，喂，你在哪儿呢？在外边呢。贾小朵跟你在一块儿呢。你怎么知道？豆豆刚回来，说在那儿碰见贾小朵了，回家吃饭啊，带着他一块儿。不回去了，有事儿。有什么事儿啊？多重要的事儿啊！赶紧回来。我告诉你，不回来我找你去了啊！哎，家里有菜吗？小白买的，冰箱里应该还剩点。赶紧赶紧，你上超市去买菜去。那个贾小朵一会儿过来吃饭。一茬一茬接的够紧的。告诉你啊，待会儿嘴不许损啊。我知道，我对贾小朵的印象还行。司机。你快点动活呢。哎呦，就马上，我这盘完呢，我。哎呦，坏坏坏死了！就知道玩手机，顶大的眼睛，别玩睁眼瞎呀你！我这就去，这把你急的！哎呦，你干嘛去了？我一紧张就拉肚子。咱吃不了东西了。能吃啊，想吃什么？咱们吃什么呀？还是回家吧。得了，我又紧张了。那要再去商场吗？不要。忍着，到家吧。没事儿，你吃你的。吃饱了？吃顶了，阿姨。嗯，阿姨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不，你甭管，你快去坐着，坐着，别客气，碗筷我收。嗯，哎，嗯，豆豆，
去给朵儿倒杯茶去。你喝什么茶？我都行，我不挑啊。去，我玩完这局。这孩子，马上。看电视去吧。那我就到沙发上看电视了啊。你去看电视去。哎。哥。啊。真拿咱家当自己家了。哎，你们说什么呢？我们俩人商量，看谁有面给你沏这杯茶呢。谁啊？当然是我了。那你这沙发上说话去，茶。嗯。我是不是太过了？不过。怎么觉着我应该去厨房呢？你哪有让客人收拾的？喝茶啊，小心点烫。那我就真坐着了。我看电视了。嗯，看了。遥控器呢？茶几底下。哦。今儿有美好生活。开始了，哎呀，我回屋了啊！哎，你怎么不太高兴啊？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儿吗？我第一次上别人家吃饭。不可能。真的，我第一次到男方家吃饭，不信算了。什么感觉？感觉应该去厨房。实在想去就去，别忍着。那我就去了。去吧，别像我一样，明明心里想还得忍着。你心里想什么呀？想什么你最明白。嗯，那你是没辙。人家有编制军了呀。那不像我，对吧？我想坐沙发就坐沙发，我想去厨房就去厨房，你知道吗？这自由的天性是因为放下，束缚的灵魂是因为执着。行了行了，刚喝完汤。那你看电视吧。怎么了？烫。去去去，快！上沙发那儿跟徐天俩人聊天看电视，快去。哎，坐不住了。啊？我陪你洗碗吧。不用你洗。哎，我也不会。那我陪您聊天吧。行，拿着凳子进来。哎，啊，坐这儿啊。这儿行吗？行，正好。嗯，咱俩聊聊天。哎，美兰阿姨，你真好。哎，这梁小慧真的怀孕了，不然这还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哎呀，别想了啊！我就是问问。有什么好问的呀？一女人怀孕了，让一男人去陪她做孕检，这男人要么是她老公，要么是她未来的老公。如果两者都不是，那肯定是她最亲近的人。所以哥，
你压根儿就是一局外人，真的。我在产科待那么多年了，这种事儿没人轻。信我的啊。整天打这玩意儿，烦不烦？姐烦呢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打。行，哎呦我去！啊，起来。这是子弹啊。朵儿，那个，你跟梁小慧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愚公说呢，他就是师傅。于四来讲，他就是姐。那很近啊。我跟老梁也近啊。你这孩子人见人爱。美拉姨，咱俩也近。对，咱俩也近。阿姨问你件事儿啊，哎，那徐天真喜欢梁花？真喜欢。现在还喜欢？也喜欢。人家有了男朋友，那姓边的。阿姨您不懂，这要诚心喜欢一个人啊，别管这个人死也好，活也好，假清高装糊涂，忽远忽近，忽冷忽热，那还是喜欢啊，掐自己都没用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最知道。为什么？徐天给慧姐写的那个情书我看了。怎么给你看了？那不给我看给谁看啊？这是人家给小慧写的情书，得小慧看呢。反正我就是看了，然后特别肉麻，我都哭了。你还哭了？我跟你说，他要是不当作家的话，就可惜了。嘿，那你说他们俩现在分了吧？肯定。阿姨有句话哈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阿姨。我觉得吧，您这句话，我也不知道您该不该问。你听我说呀。就是之前呢，我给徐天摆了一卦，这卦费朝南，就说一直奔南出现。阿姨，您那卦不准。我跟徐天呢就是哥们儿。这我知道，从前是哥们儿，以后还是哥们儿。死了吧，咱俩差不多一个命。大仙儿有人了。咱俩可不一样啊，我跟梁小慧清清白白，他有人应该的，你就比较活该。这么没有同情心啊。不是一直不想结婚吗？啊，人跑了，有欲望了。现在有点想结。到对面501挑一个去。欺负我是吧？按你意思，想跟黄浩达结婚？不行吗？行，自个儿找人家去。等你向他低头，后头。你是女人，结婚叫出嫁，不想低头，娶一个回来。男子主义。再说了，你现在想结婚，人家还不一定稀罕。不是有人了吗？就像梁小慧对我一样，不稀罕。哎呀，你还真过不去了。不像你一样纠结，行就行，不行搁心里头，日子照样过。我也搁心里头，日子照样过。嘴硬。你嘴比我嘴还硬呢。
对战吧，啊！今天我去团结湖找徐天了，跟他说我去南方之前大家聚一聚。小慧儿，啊，他怎么说呀？他没问题，说本来也这么想。我去的时候小朵也在，我还帮他们搬了家具。徐天不住那儿了？住。哎呀，给小朵买辆车，我这儿卖车，他买车。小心眼儿。回头咱买飞机。别说，2015年的时候我还真动过这心思。吹吧你就。动动心思也算吹呀。好吧，那我今年动心思东山再起，算不算吹啊？那不算。那我再吹个牛，明年我动心思娶你。把我看毛了，算我吹牛。我要真见到徐天儿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见面就有的说了，以后他跟小朵在一起了，别躲着。反而怪了。有个时候，我是个摆设，你看了一眼的雨。我坐了一夜，看了一夜的你。有个时候，我真的无辜，你笑得莫名其妙，我笑得莫名，对着奇妙的你。有个时候，我也很重要，你哭得死去活来，我死了以为抱着活来的你，就想陪着你，就想陪着你。想着美好的一世陪你一世，想着简单的一生陪你不离不弃，就想陪着你，就想陪着你。想着美好的一世陪你一世，想着简单的一生陪陪着你，我就想陪着你，想着美好的一世陪你一世陪着你。